回报。嗯，马上。给你。别这样，放手。你放手啊！你放手。说好了不是今天是最后一次吗？你放手，走开！有病！没见过这么抛尸的，像天女散花，扔的全省哪哪都是。这好些厂听说煤堆下面有死人，都不敢开工了。这如果你们还不……遭遇不幸，你这悲痛我们都挺理解。介绍一下你爱人梁志军的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尽快的破案，是吧？你光哭有啥用啊？你是在耽误时间，知道吗？配合一下行不行？好好看看，是不是的？没错，就是他。梁志军平常不爱说话，也就和我下下棋，还老输。在地方才8年，从没听说他得罪啥人。那你最后一次见梁志军，有没有啥不对劲儿的？没有，就在这交班见，他会不会？向十几个煤厂用过，很不正常。而且吧，都是咱发现尸块的这些厂。但是尸块是在
15个赏牌去，遍地选手6个县市呢。就算那一个人开车，3天3宿不睡觉，也跑不了这么多路，太不现实。除非一群人一起干。我查了，他还有个兄弟叫柳大平，这哥俩经常一起出车。前两天突然不干了。怎么了？医院里待傻了？强军，还有学艺的追悼会，我也没参加上。要不一会儿去看一下家属吧。家属吧，情绪都刚平复，咱改天的。先洗个澡，捏捏。前面新农街了，我送个东西。这么半天，啊，他把梁日军骨灰埋树底了。
大哥。大哥，你喝的够多啊！天都这么黑了，你还不回家？怎么了？没事。这就是他刚才吃那碗面，来身份证配合一下。旁边伙计呢？刚才那孩子吓得跑里屋去了，等一会儿行吗？这事别声张啊！你说这叫啥事儿？都吃了一半了，我还以为是牛的呢。我不管，他能赔我。你不用给我整那个没有用的，这不是受害者。闭嘴！哇啦哇啦的在这。后面那谁呀、啊？这么长时间呢？来来，我俩今天有时间上我这里来。这不是配合你工作吗？拉倒吧你！顺便来开个大礼。你这几张几都有啊？来来哥，哥是哪个？三周见没来吧？三周见没过。又喝了是吧？怎么才来呢？哎，工作一块儿。啊，摩托车。啊。哟，我说张自立呀、啊，自从你到咱们厂保卫科，你是天天喝酒犯迷糊，是不是你一张调来的警察需要照顾？嗯，你看你这头发，他妈让狗舔了吧？赶紧找个老婆算了。哎，谁给他找个老婆？哎，这有一个，有没有给他当老婆了？谁家这个酒意思呀？哎，哎呀，好大的酒味儿啊！哎，老爷们不喝酒，上炕不长久。昨天满嘴跑火车你，咱家不是没有？家里有。哎呀！说你小子干清真了？清真还叫警察呀？蹲点呢？哦，有任务。打扰啊！行了吧，我也没赶你走。你最近咋样？我瞎混。没事说吧，自己人。这照片啊，都是2001年跟最近这起碎尸案的。
这俩被害人跟这女的都有关系。01年这个呢，是跟他结婚前一天出的事儿，现在这个刚处上，又出事儿了。死者身份呢？两人以前都是工厂工人，后来出来做买卖了。那现场呢？赶巧了，下了一场大雪，痕迹都没了。俩被害人被害的时候都穿着冰刀呢，我估计他俩是在滑野冰的时候被害的。出来了，慢点，别跟太紧。还记得洗煤厂那播报员吗？梁志军啊，这就是梁志军的媳妇儿，当年那个洗衣工吴志珍。算上梁志军，三个人的死都跟那女的有关系了。可不吗？这女的谁跟她谁倒霉？几套皮裤？多少钱？30。迎春小区3号楼4单元501的王木匠和刘木匠搬走了，新搬来几位南方人，我看不像搞传销的，我再观察一段吧。哦，最近多费心了。别客气，我跟你说啊，吴警官，你需要我们姐几个帮你盯谁，你尽管吩咐。好，哎，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刑警队的王队长，今天有点情况啊，我向你了解一下。啊，王队长。不知道你想了解哪方面情况呢？没发过。没事儿，您说吧，王队长。刘姐，还是出去说吧。好。这怎么回事啊？谁把马牵这儿来了？一直在小区里转悠，都好几天了，也没人管，又冷又饿的，居民就给牵这儿来了。主人呢？好像是收废品的吧，都好几天找不着人了。
刘姐，给你打听个人。谁呀？你说吧。那个新东街蓉蓉干洗店老板何明荣知道吗？知道啊。他店里呢还有个洗衣工叫吴志珍。知道。这俩人啥关系？皮厚洗的，扣子都掉了。哟，不好意思啊，我给你缝上。生意做了五六年了，嗯，该开个分店了。哪有钱开分店呀？开分店也得开个夫妻店。开什么玩笑？我看得上人家，人家还看不上我呢。哎，你别误会啊，我真是可怜他。不信你打听打听去。99年刚开业那会儿，他笨手笨脚的把人家一件皮厂给洗坏了，碰巧家里头又出事儿，丈夫死了，
多长明年他走了。看你们这行也挺不容易的啊。那可不啊，那皮厂的主儿让他赔偿，张嘴就是28000，99年28000，你这掉个纽扣小事故，也是他运气好。那小子闹了一个多星期，后来不来了。前两天我收拾东西的时候，还发现了那皮厂还在。我一寻思，我想给他送回去吧，一想不对，这不给自个儿找麻烦呢吗？这人呢，就不能给自个儿找麻烦。好了，谢了啊。啊。裙子来的，穿的啥？穿裙子，而且吧，每次都不重样。然后，他那个，我感觉他不像卖服装的，就是有点变态。咋变态啊？这我也不知道，就是玩呗。严肃点。哎，大哥，我啥也没干，咱们商量商量呗。
演习的时候都认真点，每个人都死打责任啊，听见没？听见了。好了，演习准备开始啊。这咋用啊？好，列好队，准备，列火。大家都学习张自立的动作啊，靠紧点。取衣服去吧，来来来，我来吧。啊？擦点药，包一下。我让你擦点药，包一下。别再干涉我了。下回一起去滑野冰吧。什么？滑冰。
其实我也不太会。没关系，找你。那天就不该让你上我车。谁让咱们俩是哥们儿呢？这也不是戒酒的办法，你别搅局啊。谁说我要戒酒了？我就是想找点事儿干。要不然也活得太失败了。你还想赢得人生啊？至少可以输得慢一点。Thank you.
师傅前面右转，然后直行。站住！警察，转过去。手背过来。我这胳膊滑冰摔伤了，转过来吧。手，喜欢滑冰啊？这晚上哪滑去了？冰鞋坏了，去修了。坏了？这个。站好。知道为啥抓你不？哎，李子。我这抓了个嫌疑人，这就带回去。啊，行，不是你画的。
多少钱？五块。你来什么？来碗羊汤。Thank you.
师傅。我想找个人。冰场的滑冰的梁志军同志，听到广播以后，请到服务台来一下，有人找。滑冰的梁志军同志，冰场的梁志军同志，梁志军同志，有人找你。是咋跟错了啊？一个是 E， 一个是 F， 你知道吧？就差一横，一横害死人了。那个公共车我挤进去找半天，根本就……刘队，好话赖话说尽了，死活不开口，非要见张哥。我试试。你先下去。你要是这样就不对了，我还得上你店里洗衣服呢。没想到你是警察，何必骗我呢？谁告诉你我是警察的？你听着，往后你的日子还长着呢，这个我真不骗你。今天我看到啊，有一个人在铁路桥上抛尸。那些南来北往的火车把我占有的尸块都运到天南海北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我就突然想起来99年那些在全省各大工厂煤堆底下的尸块，99年，你还记得吗？有谁能够在一天之内天女散花一样的抛尸呢？想知道吗？只有过榜员。所有的卡车都要经过地磅台，那是唯一的一个中心点。只要在上晚班的时候把尸块扔到车厢里，第二天那些运煤的卡车就会把他们运到全省甚至更远的炉火里边烧成灰。你爱人梁志军不就是过榜员吗？99年，他第一次抢劫就失手把人杀了。当时他怕得要死，不知怎么就想出个提升的办法，让你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他把你们都骗了，
可自己永远也回不来。那算他运气好。那个时候 DNA 不是哪儿都能做的。运气，这么多年他隐姓埋名，监视我的生活。我就是在陪着一个活死人。想逃啊，逃不掉。他杀了追求我唯一喜欢的人。你说我跟谁说啊？说了他也会杀我吧。撂了，他只用解放路口的公用电话跟梁志军联络。走。我被发现了，要出去躲一阵子。这些钱你拿着，烟买了吗？没。我去。
别再跟着我。有些事儿，我想解释一下。不用解释。不说。别这样。我就不用解释。你他妈的老实。不用解释。我是来帮你的。有件事情麻烦你，我们想取回5年前的那份骨灰。我把它丢河里了。丢河里了？没留下一点儿？没。看见他心里会难受的。我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咱们车里说好吗？来了，真他妈冷，冷回家待着嘛。哎，哎，5年前还有一个冤死鬼，哎，老板，把我这皮铲给我保养保养。好了。后天来啊，后天来学。嗯，弄干净点啊。哎，行，放心吧。把那皮厂给我。
不是，这是人家刚送来的。不是，99年开业弄坏那个，28000。啊，不，你给我。啊。那小子是闹了2天就不来了啊？你还准备给他送过去？是啊。那你知道地址啊？应该是他吧。这皮厂，我1000块钱收了，反正也没人要。从天然，从香精，从色素，无污染，配一个宝宝，提供最健康的食品。这名片是我的没错，但这衣服不是我，我从来不穿这款的。都5年了，你还能找着我，你挺厉害。真他妈是我！哎呀，99年，我这帮哥们儿谁穿这衣服？你让我怎么想？麻烦你再想想。确实有这么一件衣服。我最后一次见我丈夫是在我们开的酒吧里。那天那个女的来找他，他这一走，就人间蒸发了。那是哪一年的事儿？99年。几月份？6月，6月底。没想着就报个案啊！报案？他进屋藏娇躲起来了，报案有个屁用！1年以后我真报案了，他们说他失踪了，谁信呢？放现在，你认得出那天来找他那女的吗？那天那个女的就站在酒吧门口，我就算认不出她来，也能闻出来。酒吧那个时候也在这儿？当然了，而且也叫白日焰火。如今沧海桑田，鸟枪换炮了。可是多美多烂的记忆都不会改变的。下午有活动，正好穿上。嗯，那好了，我就走了啊，再见，谢谢，拜拜。
见啊。现场晚上有演出，想不想去看？对不起，来晚了。没事儿。咱们去哪儿啊？跟我走。这里也没有演出，安娜。人提包了。
一体包的验证。在我这儿，得先走了。晚上还见吗？啊，咋地吧？没有事儿，我们也不能来找你。梁叔现在情况你不都知道了吗？别给我扯什么梁志军，赶紧交代你的事儿。我的事儿你不也都清楚了吗？姑娘，我跟你说，在这儿说，算你自首，回去可就是提审了。你想清楚，我没什么可说的。不是，让你说你就说那么多废话呢？啊！我在这儿工作五年，每个月工资2600，一个人住，家住安新街几号楼3501，平时就喜欢看一些杂志，知音啊、时装什么的，还喜欢看碟。征婚呢？啊？能不能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告诉你，你不用在这跟我撒谎，编什么梁志军5年前抢劫杀人的故事。姑娘，这是你5年前扔到河里的骨灰，你以为能骗我们？树还在那里，是谁的骨灰，过多少年都能鉴定出来，就是长到树里也能鉴定出来。带走。起来，起来，走。张哥，皮厂。皮厂的主人，你还记得吧？你做噩梦都能梦见吧？李连庆，不对，是我干的。过程。
我赔不起他的衣服，而且我陪他去旅馆开房，意思还不够。那天我让他到家里拿钱，先给了他2000。 没想到他还要强迫我。我反抗的时候是说把他给杀了。杨志军参与了没有？没有。他愿意为我牺牲一辈子，当个活死人都愿意。是我背叛了他。 好久不见了，不上来了，换场子了吧？邀请到咱们新兵来，然后咱们根据师方位，到这个地方，不要去打扰我们的位置，再看一次啊，咱们人来扫吧。邀请他，最近有学什么新舞步呢？ 梦想，我和鸟都在等他，今夜走入梦乡。
怎么不听话呢？去一边玩。啊，行，知道了，我们上一边去。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刑警队啊。干什么呀？别拍，别拍。是这样，我们带犯罪嫌疑人呢，指认现场。他五年前在这住过。警察同志是吧？来了啊，请进，请进。警察，跟我打个招呼，请进。拿着刀。厨房。指证一下。这砂锅旁边。手指着。抬高。临时抛尸你参与了没有？没。抛尸的地点知不知道？不知道。大哥，我们去抛尸现场，你把犯罪嫌疑人先带回来。好的，没问题，你放心。